分出生，八点四十分，哎，好时辰，我回去看过一二三四五，我回去先看呢、啊，还好现在时在下一个时辰不好，对呀、啊，嗨，嗨，哎呀，小头，哎，对呀、啊，怎么呢？太久了，很。他那个脱水就有点那个脱水了，不是脱水，那个皮肤对会皱掉，会恢复回来，会的，会回来，一定会回来。哦，小鸡鸡，特写，特写，这个是阿姨还姑姑，这么坏，这个妈妈，这是阿嬷，阿嬷啊，这么会保养，好棒啊！他这个时辰好好，回去赶快上网看。看多久？还等？对啊，我在看他的，因为过了九点那个时辰不好。洗个澡。还没洗澡。他出来就很干净了。真的。对啊，等一下上去会做一些基本的检查，顺便帮他洗澡。对，这个时候出来，对。嗯。他等好久了。等一下到楼下去帮宝宝办一个住院，好，楼下会给你一个牛皮纸袋，再拿到六楼。没有，这是赔的。有啊，我看到，我现在在录影。好，录影比较好玩。我先带他上去。好，先带他上去保护一下。哎呦，一个人在那等他，我跟阿妈讲，等他就可以了。好，赶快跟妈打电话给妈。哎，我头发有好多，耳朵好漂亮。然后你知道这个时辰有多好吗？哦，超赞的。哦，你阿妈开心的嘞，阿妈超级开心的嘞。再找一个，我再录一个。好。对。你要用拍的是不是？我现在在录影，这样他声音才录得下来。那就挤在他旁边就好了。对，小姐帮我们拍，我们挤在他旁边。放着就可以了，都不用按，这是录影。我们大老公被阿嬷了。好，现在在录了吗？啊，对，这个是一直在录影，谢谢。好了。他现在多重啊？等一下上去才会量。好。病房就知道了。对。嗨。声音录完。有啊，现在录完，为什么要录？就是这样啊。对，叫声还很。对呀，洪亮。对孩子好。现在要到几楼？开心。六楼。让他阿座听一下他的声音。啊，他还有阿座啊！有啊，天哪，阿座。你们家真的是。你有听囡仔在叫啊无？这是啥呢？他做。哎。